家早晨，欢迎大家来到新米加勒堂线上崇拜。弟兄姐妹，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主也与你同在。我很欢喜面对我说，我们同我主的天，来呀，我们一同歌颂主，我们要向全人的救主开声欢呼，上帝施怜，我们都以心灵和心敬拜他，荣耀归于上帝，心父心子心灵，赞美归于主，从现在直到永远，阿们。求洁心祝愿，我要热切祷告，全人的上帝，凡人的心在主面前无不显明，心里所羡慕的主都知道，心里所隐藏的也瞒不过主。求主用心灵的感化，洁清我们的心里的意念，叫我们倾心爱主，恭敬归荣耀与主的性命。这都是靠着我主耶稣基督，阿门。今日的祝愿，我要一切祷告，全能永生的上帝，加速你的心灵，使整个教会身体得着治理和信心。求主垂听我们为你所有忠心之民所献上的祷告，使他们在各个服事的职分上，都得以在圣洁和真理中侍奉你，并荣耀你的性命，这都是靠着我们的主，并救主耶稣基督。阿们。今日天团结门呢，记载在罗马书第五章一到八节。罗马书第五章一到八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上帝相和。
我们要借着他，因信地进入现在所占地之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得到患难赏忍耐，忍耐赏老练，老练赏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听的热词会出现时，会言言事是受要的，会言言事或者要禁作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出现的时候，为我们事，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也是上帝的话语。感谢上帝。马太福音第九章有35节至38节，然后第十章有1节至8节。耶稣召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添饼，免官至五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12个使徒的名，就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菲利和巴多罗麦、多马和塞利马泰、阿勒菲的儿子雅各和特泰、芬斯当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勒人犹太。耶稣差着12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山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加密室的羊那里去。谁救谁传说天国近了，以致骗人叫世人复发，叫众太麻烦的乞丐把鬼赶出去，你们怕怕的跌来，也怕怕的杀去。”这是上帝的话语。大家早晨，我哋要趁呢个时候，唔想听上帝嘅话之前，我哋要出来祷告，我哋一齐祷告。天父阿爸，我哋要趁呢个时候再次来到你面前，我哋要多请你，因为你爱我哋，我哋多请你嘅祝福在我哋嘅生命。你使我哋仍然嘅有机会，佢嚟到听到你嘅话语，我哋多请你上帝，因为你既然爱系我哋，我哋再次嘅多请你嘅祝福，因为你自己报效我哋。我就得到上帝，你自己是爱我的，你爱我的人继续在这来到帮你的福音传扬出去。我就多请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来求，阿们。那有一则故事讲到呢，某一仔给双膝去坚固办过后呢，他就要考试哦。考试的时候呢，要用个问题几则问题啦，所以其中一则两小问题啊，一则问题佢讲你上课去过后咧，你嘅生命有冇改变啊？也是有冇事到你有改变？你妹仔都讲有，好，所以你阿侄两少唔感恩。佢讲我再问你，你还有冇再翻吹啊？有妹仔讲有，阿勇你再翻吹，你要讲你先到廿四过后，你还再翻吹，你咩咯？五千新也是有乜嘅分别冇？所以细妹在上下，佢讲老师啊，我五千新也是之前呢，我做一件事啊，我最脆恶哦，我最脆，他呢见下咧，我冇最脆咯，我见得焦哦，我肥壮哦，我唔爱，我看到脆咧，我焦哦，他呢有时候咧。一吹夹过来啦，那当你吹一吹个夹过来的时候咧，我喺呢做到一件事，我倒转去亚斯哈，我倒转去亚斯，因为亚斯俾我力量，亚斯俾我帮助，因为我在亚斯基督里面，我可以得到亚斯帮助我，继续喺个心脏，乜嘅事情发生都好，我请我得到亚斯爱护我。
那个图片呢，俾我哋看到，一棵树生长出来，一棵树按坚固咧，即系因为我哋看咧就枝那边啊，一枝那边呢，有写到一只英文字，写 CHRIST， 也即系 Christ， 即系基督哦，即系也是基督，系一只根，按用一棵树就能够起得稳稳咯。那用我哋特别咧穿一只。三位一体，也同个时间，我哋要继续一个提升我哋。我哋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哋要成长，我哋在上帝嘅爱，我哋要继续去成长。哎，用咁多时，我哋来想下咯。耶稣爱爱，耶稣爱爱，爱地道哦。耶稣爱爱，哎用我哋看三件嘅事情，耶稣两边用爱去我哋。那么喺福音的旧章35-38。一直到第十章，第一到第八节，我哋来看三件事情。第一，接着第九章35-38，我哋看第一件事情呢，也是向众人啊施怜悯 ，compassion on all people， 在众人嘅面前，也是施开嘅怜悯嘅心哦，也是施怜悯嘅时候咧，唔单单只系佢施怜悯，一怜悯嘅心啊，咩就可怜嘅心嚟嘅。一怜悯的心呢，也是出一只时候要行通的。那个个行通是乜嘅啊？出35节，人讲那边个条汤啊，也是就偏各省各省各乡，出会堂里就按教训人，就按宣讲听极嘅福音，以后各样嘅切片哦，好多嘅人，我哋看到也是就一行咧传扬福音，四件事情也是做好嘅，铁系乜嘅啊？佢招聘所有嘅条各乡、各省、各乡，再过来咧，佢就按教头；再过来咧，佢传扬上帝嘅福音，最后佢医治好多嘅病人咯。咁样也是看到一啲人嘅时候啊，佢就咧咁样啊，36节，他看见许多啲人，就怜悯他们咯，也是怜悯他们，因为啊，强嘅条陈日汤咧，好困苦流离哦。如同羊啊，没有牧羊人一般啊，贸然抢撞见嘅条，夹啲一班人咧，也是看到，也是通了慈心，强一班人系流浪嘅，一班人贸然抢大利嘅条，好似羊冒着牧羊人来到撞见嘅条，咁样也是一心咧就通开，佢就要行通哦，佢嘅行通系乜嘅啊？37节讲俾我哋听，意思。对门徒说，我哋日时候咧，佢讲爱向一只庄稼嚟到祷告，庄稼既然缩开哦，但系做工嘅人系受，今日我哋去做嘅，在啲38节，也是老友讲，所以啊，你们去懂桥哦，一只庄稼嘅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庄稼既然缩开，当然来先也是开，见来见当然开，也是看到嘅条，也是要行通哦，也是看到嘅条，也是看到爱嘅条人祷告，爱门徒嚟到桥，那也是爱嘅条人嚟到传福音，做乜嘅传福音？因为也是基督自家传福音，也是爱嘅条教头，做乜嘅一教头？因为也是基督自家教头，那亚丢自家也是一样的，亚丢先的也是，亚丢得救去，因为用家了亚丢传福音，因为用家教头亚丢，也是爱亚丢人，唔好抢嘅条羊，迷失去哦，因为也是就系一只太牧羊人，佢爱亚丢每只人，所以也是一只牧羊人，佢爱亚丢。我哋又兜再兜咗呢上哦，也是爱爱爱地道哦，也是爱爱，我哋唔晓得厉害，我哋喺随脚嘅里面记述下依个现状，咁样也是爱我哋咧，也是失去一只怜悯嘅心，叫爱我哋人也一样嘅记述下依个做出来，也是所做系嘅。听一件事情，在第10节到第14节。也是见干神去压掉
来到见水桥，我就并干线啊来到见亚斯。所以亚斯落给你公开祷告会过后咧，简单单唱咁样，叫我见下咧，我一条看到我一间嘢都人出去哦，所以我就庄稼一边哦，我就庄稼啲不都见很多人，我来到新亚斯去，好多人新的亚斯，好多人跟随亚斯。需要人家带领，需要人家教导，需要人家去栽培，所以也是讲，我干一条，我就要做我这个工作。那第一节呢，也是叫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乜嘅啊？权柄哦，我这权柄我来做咩呢？系来到去赶乌龟，变出行来到以好多嘅平人哦，唔同人嘅平，也是讲我变一条，我这个。权柄，我就要来到去做出来。也是干先去，佮就出去的时候，也是讲捏一只工作咧，系咩见下见后，捏工作系要发展嘅，捏工作系要发展，我就行喺技术下嘅，要来到传扬捏只嘅信息，也讲俾每只人听，上帝爱世人，上帝系爱我哋每只人，捏只信息。希望改变，所以我哋今日也系用，我哋变更善去，我哋嚟到去传福音嘅时候，我哋也系用嘅讲出耶稣爱我哋嘅信息。所以第二、第三、第四节入边呢，耶稣讲佢更去十二十年，请你听先见十二十年一名更善去出来去啦。你十二年耶稣变嘅条权柄，你十二年。也是向佢哋做使徒，佢哋出去来到去传福音，也是干线佢哋，也是变佢哋权柄，我哋也系用，我哋也干线去，也是也变佢哋权柄，我哋来到出去传福音。希罗米泽人讲，上帝听极嘅信息，今日我哋一言讲出一样嘅信息，一样嘅讲俾米泽人听，也是。是爱我们每一个人，你的信息是没有改变的，也是爱我们。无论你在内行都好，我们仍然的提升自己，也是是爱我们。那第三件事情，除了第五到第八节，也是呼召的呢，要来到受命令，并呼召来到受命令。也是变去嘅命令呢，佢就一天爱渐渐做。那在第五节一边，也是变物嘅命令呢，也是差遣佢就嗌咗十二十年去吩咐佢就说，佢就在外邦人嘅路啊，在外邦人嘅路，佢就冇照哦，冇去外邦人喺中间，撒玛利亚人嘅中间，佢就也冇落去哦，很奇怪，还有外邦人唔受听福音咩？那最后咧，我就去看到。原来嘅本外邦人，即系保罗来到去传福音啊！外邦人在使徒行传嘅时候，保罗留嘅条传福音，按样第六节讲明嘅条听物嘅啊，也是爱嘅条去潜能人呢。佢讲嘅条请去连科啊，嘅条请去王以色列人嘅家去，在面色嘅羊里那里去哦，嘅条请去潜一条以色列人。我哋迷路嘅羊，所以也是将我哋师徒咧，进进去以色列人中间，向来到传福音。嗱，也是讲啊，我哋去嘅时候啊，我讲乜嘅咧？请讲嘢一句话，然后啊，天极权了啊，天极权了。我哋也一样嘅，今日也系一样啦。每集人讲，天极也权了，也是几时来，我哋唔知道。所以我就一讲天极权了的时候啊，今天的脑是想到是乜嘅咧？一天咧想到今天就平，今天结架打结架，对啊，也是要讲去啊。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四到十四节，所以我就看到咧，也是一讲俾我就听去所发生去嘅事情，我就跟下嚟听嘅听嘅心结。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四至十四节，耶稣回答说：你们要尽心，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因为将来有后生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麦其凡没有到。面要攻打面，夹要攻打夹，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得到，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后些加善的起来迷惑多人，自然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原来到大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是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吞先见的时候，上帝赐价在我们的中间，有一边讲我们的人知道特别在的十四节了，将福音一天来传扬出去，身为一个见证，安阳过后呢，末后将后来哦，世界末将后来，福音爱传扬出去，所以日福音也热扬嘅嘅信息，日福音也言言嘅，嗱我哋讲上帝爱世人，冇改变嘅，日就嘅福音，我哋可以谂每集人讲，也是爱你，也是爱佢嘅，我哋热扬嘅。到咗人世嘅面前去，我哋要在佢嘅里面，读佢嘅话语，记述喺佢心中，我哋都爱来到爱人世。那样在第八节呢边呢，第十章第八节马太福音，也是最后老嘅条讲乜嘅咧？也是最后老嘅条讲讲，我哋要医治病人，还要叫死人复活咯，叫状态麻烦嗰条啊，也一样嘅得结枪，把条鬼赶出来，他们就啪啪跌出，也要啪啪杀气。所以我哋看到也是基督，爱我哋人，我哋烧到去过后，我哋也爱去杀气，变所有嘅人，佢哋也一样嘅爱嚟到听到上帝赐下嘅爱。上帝既然在我哋嘅生命中变开我哋嘅就权柄。那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二十节一边，也是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天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最后也是变作应许，我超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嘅末了。所以也是基督妙离开我哋嘅，也是喺落我哋在一切，我哋只要斗尽喺佢嘅面前，也是变开一只使徒嘅命令，检验一只命令，也一样嘅变开我哋。我哋亲眼就唱一首歌，一首歌喺讲到也是爱爱，也是爱爱。也是爱爱，我哋呢样跌到咧，先见讲俾我哋听哦，我哋成为就回应，我哋讲俾也是听，也是我哋也爱尽嘅，我哋一齐祷告。听翻阿爸，我哋在世界斗人面前，我哋多谢你，我哋多谢你嘅爱，我哋多谢你嘅祝福，我哋多谢你，因为你既然甘心去我哋，我哋多谢你，因为你呼召我哋，我哋多谢你，因为你施喺人面前嘅就施紧上。你爱我的人继续在这班的信息来到传扬出去，主我们多谢你，我们今早晨来到你面前，主我们再一次的祈祷，我们既然变你爱他，我们也爱尽你，多谢你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也是爱爱万不错。耶稣爱我万不错。
我就坚固我就的信仰，一切来托你结阿信件。我信托于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并造有形无形的万物的主。我信托于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之前为父所生的，从神出来的神，从光出来的光，从真神出来的真神，受生的，不是被造的，与父一体的，万物都是借着主受造的。主为要拯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由圣灵感孕，同真儿玛利亚赐出肉身，变成为人，在半吊比拉多笑下，为我们担十字架，避开羞耻埋葬，就先见第三日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必要太炎耀在降临，审判发言是言，他的脚无穷无尽。我信圣灵为主，并赐生命的根源，从父子出来的，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严，前者出圣地传言。我先回忆先以共治教会众使徒所传扎，我承认撒吹设立的突热舍利，我自望事然复发，并来世的生命。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欢迎来到我哋金州神的在圣上的崇拜。那在堂有几样嘅报告需要大家注意嘅啊，第一就我哋望上嘅新春崇拜啊，下集礼拜21号六日系我哋嘅啊，在六日嘅礼拜嘅圣上新春嘅崇拜啊，所以啊，大家抢一批啊周边啊，最重要嘅当然就系一批我哋嘅心咧，来到灵修一日嘅新春。那下个礼拜又是父亲节哦，哈，所以下个礼拜我哋也有一只嘅特别嘅信息啊，唔单止变父亲，喺变我哋每位一只嘅父亲节嘅一只嘅庆典。那接落来就系高期嘅福利福利主日啊，咁样我哋也榜量咧，我哋就某一批到一只嘅新奉变太价。那如果大家爱奉献嘅话，我哋可以加作一只嘅在银行嘅转账或者系我哋可以用信奉，但系我哋爱注明咧，一只嘅奉献系变一只嘅福利注意嘅啊，所以我哋爱注明一下。嗱，接落来就系办公室嘅开放嘅时间啊，就系我哋今日系从八月开到八六八六朝半日，用礼拜日咧，我哋就休息。有人可能问咧，我哋教会几时能够有一只嘅崇拜啊？我哋行喺电台见我哋嘅太主教嘅指示啊，所以有最新嘅消息咧，我哋之后通知大家。蒙松祷告会每日拜神八点所以我哋感谢主咧，我哋有机会在屋企来到。老弟兄姐妹，其他嘅弟兄姐妹一切嘅来到祷告以前我哋就讲可能后来咧来到教会祷告会嗬，今日我哋就将祷告会咧带到我哋嘅屋企所以我哋每一日咧就能够同心嘅来到去祷告，所以就拜神八点钟我哋一切嘅来到祷告。那接落来将我哋教会嘅通讯录更新在我哋今日系更新见我哋教会一啲嘅联络号码啦，弟兄姐妹嘅一啲嘅地址啦，还有点点嘅一啲我哋所谓得到嘅资讯所以我哋一只嘅通讯录嘅目的咧，我哋做乜嘅咧？就帮助我哋嘅办公室能够建立我哋教会会友嘅一只嘅名单库啦。也使到我哋能够将教会或者我哋要任何嘅信息或者嘅报告咧，我哋就能够发送俾我哋每位嘅弟兄姐妹。
尤其是喺彩日团嘅期间啊，我哋暂时唔可能啊，暂时啦，唔可能有一只太阳嘅机会，也冇啊，可能在短时间能够参加到直接彩热车，所以一只嘅一只嘅好嘅方式咧，来到适当我哋能够将一啲嘅资讯、一啲嘅啊消息，能够发送俾我哋嘅听众姐妹啊，我哋做父母嘅。我哋也去帮助我哋嘅细蚊仔嚟到填写一啲有关嘅资料。嗱，如果你需要帮助嘅话咧，啊，就请你联络我哋教会嘅啊同工啊，我哋希望在六月尾啊，我哋能够啊收到一啲嘅回复啊，啊，我哋可以填一只嘅啊表格。啊！我哋后加咗 WhatsApp 咧，就 send 一只嘅链接啊，连一只嘅啊链接，做一只 link 咧啊，并大家去填一只嘅 Google 嘅表格啊，我哋也可以在啊一只礼拜嘅崇拜，一只嘅线上嘅崇拜，在 YouTube 嘅崇拜堂咧，你喺度看到，你可以点击一只嘅啊表格啊，啊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咧，能够。请到一只嘅表格啊，多谢大家嘅合作。嗱、啊，最后用就系识别风险，我哋继续嘅鼓励大家在风险上能够忠心，能够慷慨啊，我哋可以加入在银行进账啦，或者系在加入 boost 啦，或者我哋能够将一只风险咧能够减去交费啊。多谢大家用我哋依边我哋嘅心咧，我哋来到进入一只嘅祷告嘅时间。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上帝，在这一刻，你的子民与一起同心同声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恩，因你是一位垂听并眷顾属你子民的呼求并交托的祷告。是的，我们所爱的国家马来西亚已经进入恢复行动管制令的新阶段，不同的行业和其他活动正在分阶段的复业。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掉以轻心，在打拼经济复苏计划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能够习惯并且谨守新常态的生活起居，和保持各人高度的卫生。主也更加要纪念因着这个疫情以致关闭的商业以及失业的人士，主也求你自己亲自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在他们茫然当中能够成为他们的曙光，在他们不知所措的当中能够感受到主你自己的拖带。主也都不要忘记要纪念每一个星期在录制这个线上崇拜的团队们当中，有教会同工和弟兄姊妹在牧师和传道的带领之下，都有从上头以来的恩膏和团队的精神。主也都为了教会逐渐开放的新常态的事奉上，有主你自己的带领，不论是教会的团契的生活、门徒的训练或者见证全福音等等的事工上，都求主你自己赐下你的聪明智慧，使得教会知道如何去进行。我们将以上的祷告一一的交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们。先见银央讲，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世人，将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并在天上为我们开桥，带领我们进入永生。因此我们要凭信心悔改认罪，以坚决的心志遵守上帝的诫命，以忠言生活在慈爱和睦中。我们一切谦卑认罪。慈悲的上帝，我们的天父，创造我们、审判我们的主，我们得罪了主，也得罪了人。我们在思想、言语、行为上犯了所悔、懦弱、明知故犯的罪，
我们是差为我们的罪伤心，因错先知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我们要悔改。父啊，赦免我们，在我们新的生命中加强我们爱主和顺服主的心志，这都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求。阿门。愿全能的上帝怜悯你们，借着主耶稣基督饶恕你们，拯救你们脱离一切所犯的罪，借着圣灵的带领加强你们侍奉主的力量，保守你们进入永生。阿门。我们遵从救主的教导，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父今日赐给我们，要求饶恕我们的罪，如同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拯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基督权柄荣耀全是父的，世世无亲。阿们。愿上帝所赐出的意外的平安，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使你们认识敬爱上帝和信主我主耶稣基督。又愿全能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所赐的福降在你们中间，常与你们同在。阿们。愿你们平安回去侍奉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领受天堂来的喜乐，那是我心中最大的力量，我感受你奇妙大爱，你在我生活中常与我同在。领受天堂来的喜乐，那是我心中荣耀的盼望，我感受你大能力量，平静我心中你极大的风浪。哈利在我心中，我心不再忧愁失望，因你是我生命力量。哈利路亚，我要欢呼歌颂你生命，属天喜乐现在降临，充满我心。的喜乐，那是我心中最大的力量，我感受你奇妙大爱，在我生活中常与我同在。领受天堂来的喜乐，那是我心中荣耀的盼望，我感受你大能力量，平静我心中极大的风浪。哈利路亚，你永远居住在我心中，我心不再忧愁失望，因你是我生命力量。哈利路亚，我要欢呼歌颂你生命，愁失望，因你是我生命力量。哈利路亚，我要欢呼歌颂你生命。